坐着喊着无奈，生命多姿彩，紧握今天活得精彩，将心扉打开，快乐就从我而来，最好的一代，我的选择就是应该。听我说，我在创造时代，听我说，我是最精彩一代，听我说，未来岁月召唤世上全人类，高唱这歌，有苦有乐，这才是人生，唱这歌，美好的人有美好灵魂，我唱这歌，创新潮流，我高龄终身，唱这歌，光荣岁月有我继承。别坐着发呆，别坐着喊着无奈，生命多姿彩，紧握今天活得精彩，将心扉打开，快乐就从我而来，最好的一代，我的选择就是应该。听我说，我在创造时代，听我说，我是最精彩一代，听我说，未来岁月召唤世上全人类，高唱这歌创新，唱这歌最真，共唱这歌开心，唱这歌。人定胜天，我会让你疯魔。谢谢所有的舞蹈老师，你们辛苦了。胡夏的第一轮演出，唱这歌。可以了吗 ？Ending pose 真的非常的久啊！哇 ，David 老师觉得如何？今天的胡夏？我觉得很聪明，很聪明的一个演出。他该跳的时候有在跳，然后编得很好，就是简单的东西，然后他在唱的时候还是很用心的在唱，你看他跟他的观众的那个怎么讲互动、那个、互动你就知道他有、嗯、他有多么 touch 到大家的心。嗯，好，很聪明，刚刚已经上完厕所，现在非常轻松的小胖老师。我很好奇啊，这个歌你练了几天？演唱的部分，演唱的部分是两个星期。OK，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歌会是你一个比较困难的演唱的歌曲？是，因为没有唱过这样的歌。是，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如何，胡夏？蛮放松的。OK， 蛮放松。好机车的评审，自己不讲，一直你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其实觉得你唱的不错，可是的确，那就直接讲怎样嘛，还没说完嘛。啊，有一个比较致命的，就是换气会听得出来有些不足，影响你尾巴，你的尾音其实处理的不够好，恕我直言。哦，老师，我觉得明天网路上小胖又不好过了。好，马上我们先来看看胡夏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胡夏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19分。谢老师。小胖老师说的虽然严厉，给了4分，伍思凯老师给了3分，请发表您的评语。我一直觉得胡夏唱歌是非常诚恳，非常用心，非常有感性跟知性的一个结合。那其实这个歌曲他在演唱的时候，我觉得郭富城的歌是这样的，要好看，但是闭上眼睛的时候去听，他只听到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可惜的就是说，眼睛睁开的时候舞蹈不够好看，眼睛闭起来的时候这歌技巧又不够突出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歌曲在你身上来讲的话，表现是不容易凸显你的这个优点。然后这歌还多了一点野性，但是你的斯文的外表加上你诚恳的用心，所以你唱起来的时候是有点狰狞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缺憾。所以
一个很诚恳、很斯文的人，不可能一下变这么狂野的。但是你已经跨出很大一步了，不敢说恭喜，但是谢谢你的努力。好，对，今天所有的选手，我们都要谢谢他们的努力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谢谢桃姐。等等，胡夏，这可以预告一下吗？你第二轮的歌曲是，不会又是舞曲吧？不是，什么歌？第二轮歌曲是罗大佑老师的《闪亮的日子》。好，他的专长待会要拿出来了，先赶快休息一下。谢谢胡夏，谢谢桃姐，谢谢老师。Ladies and gentlemen。本节目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，我们是非常 international， 所以在中场表演，我们请到了国。